索尼的轰天到了，为啥叫做轰天啊？前面有个低音喇叭，后面还有一个低音喇叭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看见没有？两组插口。接下来我们开机，听一下它的声音，并且最主要的啊，呀，这关机了，现在开机。并且最主要的，它这有五碟 CD 播放。先把盖打开，看见这个五 CD 吗？这小灯漂亮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是三，转下圈，这个是几？这个是四，转下圈，这个是五，灯直接点亮，对吧？把盘放里边去，关门，按五，播放，做好准备。一个一个的认盘，下一首啊，第二首《依赖大小》。必须把音箱给摆正。暂停一下啊，外号叫做轰天，结果放这种柔情似水的音乐，您能适应吗？